哟，我点强，看不到，看不到你的五官。对，哪里呀、啊？这个啊。这个。对吧？啊，你一边，你一边有吗？有。那就有可能，如果两边都有，就有可能。嗯。继续加油。今天我们在的位置是位于七股的一个水门，然后目前还没有钓到鱼，我的想法把一只鱼钓起来。然后我们今天用的是很简单的一个木印的钓组，配上万能小白、万能的胡须虾。我们已经用尽所有能钓到鱼的力量在钓鱼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钓起来一只鱼。我们来讲解一下今天的钓组，就是黑旗杆、前大轮，然后母线上面加木印的那种太空豆，就是穿过去而已，然后抓适当的距离，然后八字环、紫线、小咬钳、钩子，还有刚刚被咬过的虾子。然后钩这种小虾的话，建议是可以勾身体就好了，因为它的嘴巴太小，所以我是觉得可以勾身体就好，然后就放出去，这样 so easy， 好，就等鱼来吃吧。它来吃的时候会是用拖的，就是你可能现在是一颗嘛，然后它会先抖下，然后第二颗下去，第三颗下去。第四颗又不见，你就可以开，因为鱼太小了，所以要确保它是真的吃到你的钩子，就会整个拖走再开就好。嗯，来了，吃了一下，两下，我们可以等第三颗豆子沉下去再开枪。嗯，感觉吃不太下去。你看这么小的虾子，它都吃不下去了。我们的木印钓组已经发威了，钓到一只很小的，等一下。打结，钓到一只很小的红槽，多小呢？真 OK， 今天有看到鱼了，今天可以功德圆满，我们把它放走吧。啊！干这跳下去就好啊！这掉下去我再见呢、欸。抖一下，再拉了，来拉，又起来了，还在含着，拖啊，嗯，拖不下去。有，越跳越小只，笑死！这是怎样？这边的安泽，蹭一下你的鱼，这是一只小白虾，恭喜！是我们今天的收获，几只小白虾、欸，吃了，露营，哇，来不及，进来就没了，没了，什么？你刚，请问你的小白虾呢？抓竿，今晚抓竿。
来吧，吃了吃了。哎，哦，谢喽，你们在喂鱼吧？应该是黑格红潮之类的，轮流喂鱼的两个人。这一次把它吊起来，就这一次。旁边那个，下次一定。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要再边边一点，就这个位。看我这只好丑。在我后面，这个画面有点是啊，是啊，糖，我的妈呀！快点，有啦，闭啦！你看，我就说你们是来喂鱼的，开车。干，他是吃饱了，被喂饱的，他是吃饱了。干，啊不吃下去哦，有来吃，没吃下去。哎，这位置很好。等你吊起来，你的高坡就没电了。不可能吧？它现在是46%。干，我要去认真，认真吊。这位置很好。这位置真的很好，它再不咬我也没办法。哎，哈哈，钓起来了吧？轻而易举啊！找死！我确定哎，真的很强哎！刚刚那种小不拉几鱼啊！小螃蟹，我这反应超快，我看到这螃蟹就直接甩上来。哎、欸，你会不会抓？螃蟹，哎、欸，这可以吃的，它的爪子超，这是石鲟吧？借我一下。现在我发现了一个免费的东西。快点打车子啊，怎么办？好了，快点打车子啊，怎么办？那、啊、你会抓吗？你看它滚起来，你把它手夹踩住。你有我们有绳子可以绑它吗？啊，你可以放了。哇，这是一只螃蟹。你有绳，用绳子绑它吗？好好笑、哦。我不小心把乌龟鱼踩了，它。靠背。你踩？哇，这真的有咬哎、欸。初次绑螃蟹，看起来非常生疏。SM 捆绑，我记得我阿公都是这样绑的。绑一绑，然后整个散开。加油，闺蜜！这是你今天的功夫。哦哦哦！好呀，快点呐！踩住，好，可以。自己踩自己拿。啊，好了。哥，你先不要动啊！哇、哦，白痴！好了好了，好，就这样就这样，好，结束。哇，你教我！这是我们新宠的螃蟹，这是绑起来的螃蟹。现在要来收尾了啊，我们，中鱼了，钓到了一只无锅鱼啊，我也钓到了，他也钓到了，你看一下，好看，哇，这只感觉超大的，超巨大，太猛了吧，也是无锅鱼，欸，为什么，这是无锅鱼中而吃哦，哎呀，宠物欸。要记得带走哎、欸！红袜子。哎，为什么掉了、啊？哎、欸，断掉了、欸。对啊，哦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啊！要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
拜拜。